世纪的明朝，虽然说医女的社会地位并没有明显的获得提升，不过至少他们的医术是获得了肯定。比如说各地方的官府就会挑选呢医术高明的医女送到紫禁城，成为后宫亲眷的一些专用的御医。因为啊，坦白说，妇科的一些疑难杂症，面对男性的太医实在是很难开口，而且啊，男女授受不亲，如果需要诊治，那就更不方便了。所以说，由民间的医女入宫，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解决的办法了。而且呢，这些医女也深深地以此为荣，因此就逐渐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女医生的一些旗舰。那么另外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出生在明英宗天顺年间的谭允贤。谭允贤是江苏无锡人，他的祖父谭父还有祖母如氏都是当代名医，他的伯父和父亲呢又分别任职在户部和刑部。所以说谭允贤他自小就是见多识广，于是他就跟随着祖父母呢学习医术。后来谭允贤结婚了，他自个儿又患上了气血不调、经期不顺的毛病，他就自己调理和诊治。那么他的四个孩子如果身体不适，也都是由他亲自来诊治。日积月累，自然就累积了不少的临床经验。不过谭允贤他行事非常的谨慎，他一直是担任祖母行医时候的助手，继续增进自己的修为，直到祖母病逝了，谭允贤呢才亲自上阵替民众开始诊病并且抓药。很快的，谭允贤就成为地方上救人无数的活菩萨了。到了谭允贤50岁的时候，他梦见祖母告诉他，你的阳寿已经过了1/3，应该要好好的把握时间，多做一些有贡献能够流传后世的事。于是谭允贤就着手整理自己这些年来的一些临床案例以及祖母的一些个行医的经验，而完成了《女医杂言》这本书。在中国的医学发展史上，这是一部关于妇科病症记录相当详尽的作品。因为啊，在诊治妇科病症的时候，一定要透过和病患呢深入的谈话，以及呢身体亲密的接触，你才能够真正的了解病患的病症所在。这些是一般的男性医生所无法做到的。所以说在这本书里面呢，虽然说病例不多，但是它却凸显出对于妇女地位的重视，具有相当特殊的社会意义。不过在民间的文学历史故事中，却把谭允贤和另外一个人完全的混为一谈，那就是明英宗朱祁镇的弟弟，也就是景泰帝朱祁钰的皇后杭氏。并且在故事中还安排了明英宗跟景泰帝这兄弟俩同时爱上了谭允贤，但是根据历史考证，这纯粹就是移花接木。因为明英宗驾崩的时候啊，谭允贤只有3岁，而景泰帝病逝的时候呢，谭允贤根本就没有出生，所以说这三个人之间是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感情纠葛的。即使历史上真的有一位杭皇后，那也绝对不是谭允贤，因为杭皇后只活到了29岁，而谭允贤呢，她一直活到了明世宗的嘉靖年间，最后是以97岁的高龄离世。